宫，然后现在抵达那个伊势市站，然后去神宫的话，其实出来就是外宫了，但我今天主要是去内宫，然后出来出站之后的右边就是公车站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搭这个公车到内宫。现在人超多的，所以等下一班，基本上它每隔10分钟就会有一班巴士往内宫，所以你就等下一班。走进来的话就是出入口，然后进来的话就是风超大的，进来的话要从右边走，出去的时候才是从左边。然后走进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跟着人群走，然后也可以先在那个观光案内所拿地图，然后也可以像我这样子走进来，就跟着大家的路线走。伊势神宫内宫的正宫这边，人超多。在进去之前的话，都还可以拍照，上面会有写，在石阶下花市都还可以拍照。到里面之后啊，就是在最里面那边就不能拍照了，所以只能拍到这边。刚参观完那一个内宫了，然后现在开始下起了毛毛雨。好，我刚看到的内宫啊，隔着一个白色的那个帘子，然后就是也是投钱，然后对神明就是表示尊重，然后拜拜。因为其实就是还蛮大，我觉得也还蛮值得过来看的，但就是没有办法拍照。Thank you.
经过后面这个鸟居就会行礼。我觉得这是他们日本人的一个习惯吧，就是对这边的每一个宫的神明的一个尊敬的表现。然后接下来参观完之后就可以逛他隔壁这边两条老街。里面都是卖吃的，几乎整条街都是在卖这边的特产吃的。那就走吧。甜点，好好分你是要买厨房还是在这里吃。如果你要在这边吃的话，就在这边排队。这一间来吃，而且这边也是人很多。一点盐，然后酱汁超好吃的，超香。充满油花的部分，然后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，就很刚刚好。接下来是这一间的甜不辣。
点它的气势全部辣。真的是豆腐冰淇淋。